我们现在立刻来看气象局的最新说法。下风场的分布情形，其实大家在提到的这种西南风吹拂的状况呢，风场的表现其实相当明显。卡努盘龙主要风场呢，其实是位在我们的更东北方的海域这边，比较强劲的风势呢，其实是落在比较偏向我们巴士海峡以及更远方琉球海域的这一段哦。那这一段区域呢，比较明显的西南气流上来，不过在我们台湾附近并不是最主要的这种西南气流影响的范围，但是还是有很强劲的西南风。那昨天跟今天的比较呢，其实这个比较强劲的整体的西南风还是对我们台湾这地方造成的影响，而在明天的状况可以看到，整个西南风的强风轴呢，又慢慢的离开我们的趋势。虽然状况比较不明显，可是两张图放在一起，其实是有一些移动的状况哦。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下来时间呢，那这样子的强西南风的状况会慢慢缓和。可是其实整个的大环境配置上面呢，大台湾这个地方通通都是随着西南风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哦。所以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其实在中南部地区一周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而在今天的白天要注意什么重点呢？其实除了中南部地区持续的像是地形锁定在这个比较偏南台湾的降雨以外呢，其实在今天的白天清晨的这段期间，在整个海峡的北部这里有比较显著的对流移到我们的中部以北地区哦，特别是在苗栗的地带。那因为在南投这个地方呢，其实持续性的降雨已经累积非常的惊人哦，再加上这样子的对流一路，虽然累积上面比较偏向是北台湾苗栗以北区域，可是持续降雨不断，即使雨势在今天之后有所趋缓，整体的累积降雨值还是非常的可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都要严防这个落石塌方，这种灾情可能会持续性的一直出现哦。那接着给大家看一下，在昨天的零零时，也就是地方时零零时，到今天早上八点的累积状况。那等一下会更新给大家最新的情况哦。那可以看到呢，整体的降雨从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白天这个状况呢，最大的降雨值是落在两个区域，一个就是在南投的附近，另外一个比较偏向是嘉义还有高雄的山区的部分哦。那累积雨量值在这两天的期间，最大的几个区域以南投县我们做代表，就是仁爱乡哦，在八点的这段期间，两日累积是771这样子的毫米的时数。那其实南投县各个地方的量值在这两天的累积呢，其实都有差不多500到700这样的状况，数值现在还在持续的上升。那至于县市，我们除去了这个南投县以外呢，嘉义阿里山这边呢，其实在八点的时候也是有差不多496将近500毫米这样子的雨量，高雄这边也是差不多类似，其实都是涵盖在我们西南风影响最显著的范围内哦。那两天的短延时强降雨现象呢，可以发现强度上面来说是有些下降的。那在昨天8月4号，短延时强降雨最显著的地方，在一个小时之内，南投县仁爱乡是下出了141.5毫米这样子的雨量数值，那也有发布这样子致灾性的这种简讯哦。那高雄市的桃园区呢，也是来到83。那在今天的状况呢，整体是有一些偏移哦。那台东是有一次部分是有达到，差不多是一个小时76.5这样子的数值。而在苗栗县是今天上午比较显著降雨的地方。那在苑里镇这个地方也有达到76这样的数值。数值上来说，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好像有一些缓和下来，但是其实提醒大家，这种对流的嚣嚣张张其实变化非常的快速，所以也不排除在今天还是有将近这种80到100这样子比较强烈的短延时强降雨现象哦。那如果最累积，好，刚刚气象局的说法来帮大家统整一下，也就是这一周呢，整个台湾大概都会受到强劲的西南风影响一个礼拜的时间，那特别是中南部在一周非常容易持续的下雨，再加上刚刚有提到的对流来到了中部以北，所以苗栗升级豪大雨警报，提醒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记得留意天气资讯。